小朋友们，OK，今天我们要拿出课本，还有神字簿，OK，今天我们要做，老师要考你们呐，可以吗？怎么读？可以吗？OK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读哈。OK，来，这怎么读？天很好，这个日非常棒，这个怎么读？月很好，这个嘞，云，OK，非常棒。这个风，OK，这个读雨很好。这个读什么？星，OK，这个读什么？书，这个读尺，这个读笔，这个怎么读？这个怎么读？乙，很好，这个嘞？老童，好个学很好，这个怎么读？才上堂课才复习鸡，很好，再读牛，非常棒，这个。羊很好，这个读什么？猫很棒，这个读什么？狗，OK，这个读兔，这个读什么？鸟很好，这个读鱼很棒，这个读。龟，OK，很好啊，这个是今天的复习的，OK，今天老师只是考你们罢了，OK，可以吗？OK，来，生字簿翻开最后一页，我们写龟，来一撇，二横撇，三竖，四横折。五横，六横，七竖弯钩，来写七。OK，可以吗，小朋友们？OK，这是你们今天的功课啊，今天课上这里，拜拜，小朋友们。